我叫童峰，是一名记者，父母双亡，在外采访期间遭遇了车祸，现在在休养中。我有一个师兄，也是我的未婚夫 Charles。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恋爱，毕业了就在一起，而且最近准备结婚了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除了李学文告诉你的这些，关于你自己，你还记得些什么？童峰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连我，你都忘了吗？记得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被我忘记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去？我会找专家帮你重新评估，应该很快就能康复。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亲人？都不是。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该不会是欠你钱吧？不然你干嘛跑这么远来找我？不是，没钱。你欠我的东西比钱，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还重要。再去找点树枝烧火。